而家李连杰向武林前辈讨教功夫啦。太极专家吴图南老先生传授太极真功。李子明老先生在度示范八卦掌招数。武术来自民间，要发扬继承中国武术的正宗传统，就必须要向民间吸取营养。李连杰的最剑挺拔轻盈，柔中如刚，飘逸潇洒。李连杰优美的最剑，使人想起诗人杜甫所写的《饮中八仙》里面的诗句：中之潇洒美少年，举双白眼望青天，皎如玉树临风前。风摆雪窝是最剑的上乘招式，李连杰的一招一式都是一个又一个的优美造型。李连杰独树一格的最剑是经过名师指点，长年累月苦练的结果。俗语说，坐如钟，站如松，行如风，卧如弓，这些都是武术根基的正功。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李连杰出类拔萃的真功夫就是这样因地制宜，日复日，年复年，苦练回来。阴阳八卦腿这种是武林流传的功夫，卧龙从上有蛟龙，手持红绸任中横，高甩阴阳八卦腿，
练就武林上成功。拳打千层纸，练就千勾臂，不练千日功，何来千斤力。拳打流星是李连杰独创的练功方法，攻击前后左右，防范四面八方，练的是手眼身法步，学的是腾挪展闪转，真是使人眼花缭乱。这个是李连杰和日本少林七段高手的打斗表演。李连杰讲过，武术暴露了我，我要令到世界人民都知道，武术正宗仍然在中国，少林正宗仍然在少林。